开放更多的合理活大片进来，对我们来讲压力很大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好的，因为这个压力而令到我们电影人更努力的拍更好的片子跟他们对衡。如果只是我们关了门自己拍我们自己的电影，没有竞争的话，我想我们今天就不会有今天这种票房的成果。我们担心很怕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压力给我们是好的，我相信更多的片子进来令到我们更进步。那一位外国女记者去请一些特技人员、科技机器，甚至是邀请一些外国的团队来帮助我们抗衡，我相信更多的片子进来令到我们更进步。